क्या रे चाचे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天气真好哈，啊，头头看人去跳舞，我就无我才晚几分钟无看到，足可惜的。咱这节课哈，我要来讲新竹州的建设难度。啊，基本上咱规个台湾拢是拄着同款的问题，所以正经哈。咱的责任足重大，真侪代志拢爱做吼。啊，我一项来讲，在过去差不多六十几年前，自从中国人国民党走来台湾以后呢，咱台湾真侪物件吼，拢互破坏了了啦吼。因为中国人的思考价值观吼，伊是无咧生产的，伊是用抢的，吼。因为因迄块土地歹种作，啊，历史上、文化上拢伫咧战争，所以拢用抢的。啊，到单位就是个偷的、个抢的，伊袂讲想讲，哦，我要来好好做，要来好好拍拼，来得到我应该得的物件。所以自从因入来台湾了后，咱台湾人规个社会迄个秩序吼，拢变去啊，拢无。大家那像讲气质往那变歹去，那个水准拢变歹，这是在阮爸母因迄代，阮阿公阿嬷迄代，伫日本时代，因无法度去想象的代志，哪有这款人？地球上哪有这款人？所以咱来看，咱的台湾，我头头沿路来，我常常咧路会看到讲，咱台湾土地吼。迄厝安尼一栋一栋咧起吼，我就想讲，哦，因这实在足牛的啦吼。拢土地吼，若无法多起厝吼，就甲你变精啦，吼。啊，山坡地吼，拢安尼甲你一块一块哦。所以吼，咱若坐迄个飞行机，还是讲在空中，你看落来吼，咱台湾吼安尼一块一块吼，那起哦安尼，高安尼揢着安尼压着安尼，啊，因无这个。生产的概念，在日本时代，大家拢知影，咱日本人虽然在台湾有错查，但是呢，因规定啊足严的，那错一丛，因爱种几丛，人拢整理了好势好势，伊这边错，这边就爱种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台湾安尼可以生生不息，一直在有那个活力存在，吼、哦，啊。过去的代志，哦，包括教育嘛，甲咱那咧摧残啊，乱七八糟，拢用迄个中国的文化，哦，咧甲咱教，哦，啊，拢用迄款思维，真侪唔对的代志，伊嘛甲你讲对，要硬拗，伊拢要甲你争啊赢，哦，啊，即嘛就讲哦，你们受日本的那个余毒思想，拢甲你讲这款的，哦，啊，讲咱讲台语、讲客话、讲高山族的话，拢无。无水准就对了吼，啊，因家己咧讲话口音足重吼，拢讲外省伯伯讲有口音很可爱啦，吼，安尼咧甲咱糟蹋啦吼，啊，其实讲起来，讲迄个讲因的华语讲上无标准的，就臭头阿酱的啦，甲宋美龄啦，迄正经是爱听掠去清杀的，吼，因的上无标准，结果咧安尼咧甲咱比。你甲咱歧视吼，你甲咱压迫吼。啊，我所以就是要讲，咱新竹州吼，未来咱有几啊项代志，我会大约啊讲，算讲一点钟吼，咱无法度讲足济啦吼。我尽量讲啊，咱一项来看哈。哦，这就是我头头一开始咧向各位介绍的，咱台湾的价值观规个拢互破坏了了啦吼。包括你看咱电视的媒体，吼，咱即马电视凊彩开吼，拢教一寡不三不四的物件啦。吼，伊无甲你教讲，咱人基本上的一寡礼数，啊，就是讲需要的知识。所以我有当时啊。
在看电视，我就买，不是讲买看，我有当下会挑工开来看，看讲到底恁在讲什么物件。啊，我发现吼，恁看吼，上重要迄几个频道吼，拢在播啥，拢在卖物件啦。吼，啊，咧卖物件就讲哦，这个包包很漂亮，不买可惜，要绝版了。哦，安怎拢在讲这款虚幻的代志。啊，那想讲大家拢足有钱的，哦，迄凊彩一个包包拢几万块，哦，你若无买着这吼。哦，那像你明仔载就，嘿，你明仔载就，即世人就拢诶，话了拢无价值安尼，拢甲你教即款虚幻物件，哦，啊讲诶，佮教你讲，哦，即个物件吼，买了吼，哦，去甲人外口安怎比吼，哦，你就上敖安尼，拢用即款种虚幻、拢很虚浮的东西，他从来不去教你一个，就是说我们人怎样去培养我们自己的心灵，哦，内部的建设，哦，像。我在看日本电视，咱讲实在，因就会教讲，咱人的礼数要安怎行，吼、哦，要安怎大家互相对待，吼、哦，因为我在看，我是拢对我妈妈在看，我妈妈伊家即马过来看迄个日本电视 NHK， 哦，我在看人迄节目吼，节目吼做起来，正经，咱讲实在无话讲啦。伊无教讲你爱买啥物物件，伊教讲，吼，譬如讲，食饭的礼数，伊嘛甲你教哦，吼，食西餐的礼数是安怎食？不好意思，食，譬如讲，食一般吼，日本料理的礼数是安怎食？伊拢会甲你教，吼，啊，要安怎应对？伊拢教这款的，然后提升你的心灵的层次。哦，伊绝对袂教你讲哦，这什么什么包包多漂亮啊！个迄电视我即摆个想起来，个大概咧搬好讲吼，当一个艺人吼离婚啦，吼啊，当一个艺人吼甲什么人吼，去食火锅啦吼，啉咖啡啦吼，哦被拍到安尼，这是跟咱台湾人生活完全无关系代志，因安尼咧直直咧甲你宣传这个东西，吼、哦。媒体在频道拢甲你过那报些啊不三不四的物件，所以咱台湾正经足凄惨的。咱后边一定爱好啊，甲规个改变过来，唔通讲遮个物件这样子在摧残台湾。短咱大人咱看有，但是小孩子呢，他的伊个想法就是伊个想法真简单，伊就感觉讲哦，恁大人的世界就是安尼。阿伯我嘛要做明星。阿爸，我嘛要靠唱歌赚钱，所以前几年啊，甲现主持足侪节目拢咧鼓励囡仔唱歌啦。哦，那像敢若唱歌这条路尔，哦啊，大家咧拍扑克，大家底下咧把整个局面这样炒得很热，完全忘了说，这囡仔绝对，我甲你讲，这囡仔绝对拢袂记你讲，咱社会爱做的代志足侪，唔是讲敢若靠唱歌尔。在节目其实吼，拢咧鼓励囡仔讲：啊，你唱歌就好，你逐项拢免顾，吼、哦！啊，剩咧代志拢放互大人去做。啊，拜吼，会使穿得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吼、哦！然后跟很多人拍照当明星，安尼完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一直在台湾的社会吼，安、哦、尼一直进行。所以我们咱社会在乱吼。讲实在，这媒体爱负足大的责任啦，哈。这是我一直以来吼，长久以来一直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地方公益。因为过去咱台湾人受到中国这个政府的压迫，所以社会资源吼，拢互因抢了了。哦，受到挤压了，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就变较少啊，赚的钱嘛较少。哦，这是我长久以来嘛是未来咱一定爱做的代志。那像顶几礼拜我伫只上课时阵，我拢会走去买玉兰花啦吼。啊，头拄我阁经过，啊我阁去买三竿玉兰花。我是安怎买？第一买，甲大家分享，爱大家看到玉兰花，就爱想起着讲，咱台湾人吼咧受苦的人阁足济，吼、哦、啊，嘛是算讲咱帮助遮欧巴桑啦吼。啊，这欧巴桑真高义，我问讲，
哦，顶边有一届我买一罐20块，我讲我无南山无50块吼，免走啦。伊总爱讲安尼，我三罐给你啦。哦，我嘛真歹势，我讲阿伯上你安尼了钱，伊讲买啦买啦安尼。啊，咱台湾人就足高义啊吼，啊，差不多两礼拜前，我伫迄个公车站牌遐，啊，一个阿伯上我那牌。排迄个塑胶袋啊吼，伊是搭菜吼去市场买，啊一看就知影讲伊要转去啊，迄差不多买啊嘛，啊搭遐啊转咧，哦两排足大排哦，那大包包，嘿，唔是因啥物名牌包啦吼，迄塑胶红蓝绿迄款包包吼，用迄个塑胶做，两个大包包，啊一个我马上瘦瘦小小，看咧就唔甘咩，啊转咧甲迄个。伊公车落来了，我徛伫遐等伊，全爱囥喺涂骹，囥喺涂骹。我看讲，哎，到底迄啥物物件？啊，伊拢卖无完，卖无完，即摆要摕转去。我就讲，我爸说，你这高丽菜安怎卖啊？吼，伊伫遐等公车，我顺续甲问，伊讲，我无炸崩啊吼，我唔知要卖你偌济啦。你看咱台湾人有够高义啦吼。我讲，嗯，不要紧啦，无你凊彩开一个介绍，我按算100块要甲卖啦吼，迄个。迄、那个高丽菜偌大粒的，差不多，我嘛唔知道几斤啦，差不多这大粒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差不多4-5斤，我袂晓称，我就，咱这，啊，伊就足够，伊拢唔知要卖偌济吼，我就我正经按算100块要甲卖啦吼，啊，伊人讲啊，无50块就好啦，我听咧吼，正经足艰苦的，伊迄唔知种偌久。啊，一粒高丽菜吼，生了遮水遮大粒，迄比囡仔的头骨较大粒。我足艰苦，讲50块啊！啊，我昨日摕100块给伊。哦，啊，伊就开始咧吟啦，吟讲吟到啊要走啊啦吼。我讲你免走，袂要紧啦吼，你免走啦吼，无你看过迄、那个看当时吼，我是半甲骗，我讲我去菜市啊吼，拄着我才阁甲你讨着好啊。结果伊呾真歹势，我昨日对边啊吼，骂一辈吼，韩志孝吼，我呾足大辈啦，讲要好我啦。我看拢台湾人足高义个，啊，我讲唔免，我讲吼，我一个人吼，当然我毋是一个人大啦吼。我讲我一个人我食无遐济啦，伊讲袂要紧吼。啊，真个迄韩志孝足水，啊，我有翕相起来。我迄阵买煞了啊，我甲迄、那个。我伫遐等，我着超工翕相。啊，有我想下摆吼，我放喺网站顶面，大家着看到讲我是买迄高丽菜偌大粒，啊，迄面迄个番薯叶偌大面啦吼。啊，像咱社会足侪即种诶，像咧欧巴桑，咱台湾人做啊足辛苦，包括我顶礼拜毋是顶礼拜，我甲阮诶副议长去夜市啊，感慨足深诶，阮去遐分传单。大家拢台湾人咧摆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拼啊要死，迄拢差不多5-6点就开始咧摆，甚至拢搁较早，拼到暗时11-12点咧收单，啊，阮就去分，我感慨就足深的，是安怎遮个人爱出来摆单？咱若社会有这个空间互伊，我想当然毋是讲摆单无好，但是有经。搁较侪选择可以去做别项头路，咱社会奈无讲提供即个机会予因，哦，包括囡仔即马真侪大学毕业，走去做毋是伊读专科的代志，啊，薪水听讲最近已经伫20000块以下，这就是足清楚的证据。过去咱60几人来是安怎予即个中国政府压迫？国民党这个要求政府安尼甲你安排，结果因的人，大家像迄难民去看病免纳钱，病床免纳钱，药啊凊彩摕，摕拢摕去中国咧卖，摕去咧送，在因摕。结果咱台湾健保了钱，了钱即马甲你讲二代健保，摕咱的钱去补因迄块空，安尼直直咧甲咱乌钱乌啊安尼，真的是。贪得无厌，所以咱来做更加侪工课，去赚更加侪钱来补这块。啊，健保你若无去拿，伊就甲你锁卡。
吼、哦，啊，讲到这個，咱未来咱要做的工课就是安怎？咱健保，比如你有嘛讲过，拢免钱，吼、哦，农民、劳工，这拢台湾的宝贝，渔民，这拢台湾宝贝，拢免钱。甚至我感觉讲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你爱做啥物？你爱维持百姓的健康啊！你袂使讲为着我健保了钱，了钱是你爱去思考你的错误，那会使叫百姓来担，对不对？因的错误，因是摕遮个钱去饲遐个人，遐个对台湾无认同的人，对台湾咧糟蹋台湾的遐个人，遐个弄遐个人咧糟蹋的，咧糟蹋咱台湾人的人，是你去咧饲遐个人，结果因犯的错误爱咱来担。咱一个国家，你若讲一个真正常的国家，真正常的社会，就是讲每一个百姓拢是咱家己的囡仔，家己的爸母共款。爱好啊，甲照顾，照顾因的健康。讲实在，了钱你嘛爱做，那会使讲这个健保啊，我了钱，了钱你来找阮提，你应该是找遐难民提啊，遐难民拢免钱啊，那会使安尼甲阮安尼糟蹋呢？哦，啊，即嘛无年终奖金，即嘛要甲你造反啊！当然是因中国人的代志，啊，咱是讲较运，目前为止运气无也好，因为。因遐个钱拢是咱的纳税金的钱嘛，吼、哦！但是这规个逻辑，就爱咱就爱了解这个内幕，咱就知影讲，其实咱爱做的代志足多，吼、哦！这社会公益，我头下咧讲社会公益，社会公益包括咱的囡仔去读册，为什么要贷款？吼、哦！比如你讲九十万人的迄个学生，阿拜因家拢贷款，阿拜拢免还。这是非常正确、非常好的啊！伊囡仔若有钱，伊敢需要甲你贷款，对不？就是一定有困难嘛。你袂使讲叫伊自己敢去打工，总是有限哦。啊，这政府讲个要求，囡仔毕业了后，借钱叫伊还，哦，袂要紧，结果甲算利息。啊，你这是算啥？你无想讲，我要好我来培养这个囡仔。吼、哦，来建设咱这个国家，这拢咱的后代，咱家己的子孙，后摆一代一代要起来，你无好啊，甲培养，讲啊，这个钱根本就不用还，你无安尼会较好啊培养，甚至搁较讨利息。真侪囡仔现主是出去甲社会吃头路，甚至无头路，伊要怎用这条钱呢？啊，这条债务煞永远掉伫政府遐，政府拢甲你定掉的。这敢算一个政府？这敢算一个国家？正经把咱糟蹋，咱台湾人吼实在有够足过分、足超过，结果因大家拢有，嘿，你看咱即马公务员拢有年终通好领嘛，啊，将官迄拢免讲，哦，迄拢领比人较济，啊，即马厝因的啥物难民营吼、哦、眷村，哦，住了较久哦，就甲你起新厝哦。拢咱百姓会管钱，真正的社会公益，他们根本没有在做，都是靠我们每个老百姓讲啊，遮有当下什么发生什么代志，咱去捐一寡吼，一百、两百、一千，啊，较有钱的捐几万，安尼咧做。咱社会你敢看过当时咱的所谓这个流亡政府做过什么公益？因是想办法讲，我即马钱要安怎来甲你哦？来饲因的人，饲安尼肥饲饲，啊送去中国。包括你看，因的学生来遮一个月拢会使领35000呢。啊，佫足侪名医入来咩？什么艺术家啦，什么因的专业人才吼、哦，来台湾吼、哦、可以学习啦、进修吼、哦，拢免钱呢。啊，佫领35000、30000，甚至佫较悬。啊，咱的囡仔。咱卖讲囡仔啦，大人出去赚钱有几个？现主是讲一个月阁赚啊35000的，已经愈来愈少啊咧。所以这整个社会转型正义啊，本咱一定爱做。啊，我咧讲社会公益的部分，就是讲他这个社会公益嘛，是咱民政府吼足大的责任哦。啊，有的人我若讲啊，只有想啊讲，有的人讲啊，这钱到位来，包括咱秘书长有讲哦，要送。本土台湾人吼，一栋厝嘛吼，啊，昨昏拄啊，阮小组咧讨论嘛，讨论着这个问题，啊，我就顺续讲咱的钱为单位来。第一喏，咱有迄个美国的
重建基金，啊，这个重建基金差不多跟现主席差不多已经100亿以上的美金嘛啦，哦，这是第一条。啊，这重建基金不是讲咱爱去甲拖，还是讲安尼甲申请拢唔免？这是因美国有规定，就是讲你去一个所在战争时阵吼，在当地造成的破坏，哦，因爱做这个赔偿的动作。啊，其实这个重建基金第60几年前迄个臭头像吼，因已经美国已经有好因啦，但是伊拢摕去做家己的工课，吼，家己贪摕去国外，所以你看宋美龄走去纽约吼买豪宅嘛，吼，因大家物件拢哦拢买就买啊，重建基金有在切断嘛，因为美国了解讲哦，这两个吼。垃圾红阿婆吼，足卑鄙，安尼甲咱台湾人诶需要，放伫台湾人用伫台湾人身上诶钱吼，摕去做因家己诶私人诶工课咧，私人诶享受。嗯，讲到这個，我阁讲一件迄个真实诶故事。一个美军伊进前捌伫住伫台湾，啊，伊带一个咱台湾诶迄个算台湾新妇吼。啊，带返去美国，啊，过几年了后，过差不多10几年了后，有一天因这个咱这个台湾妈妈，伊甲因就是个美军带这个台湾妈妈嘛，啊，因看到电视，迄阵拄啊好菲律宾的马可斯落台，啊，因迄个太太，吼，哦，你知会记得哦，伊美代，啊，转咧逃亡去美国，啊，美国甲救是的，美国甲救，所以呢，派两架运输机，甲伊个家伙载去美国，吼，哦，啊，电视有咧报道，迄，那个新闻有咧讲，啊，咱即个台湾人，即，這个台湾妈妈就甲因先生讲，哇，惊死人！伊个吼 ，A 三清箱啦吼，啊，迄个伊个家伙吼，两架运输机呢，迄运输机偌大，我想我嘛毋捌看过，但是吼，迄足大，我想应该足大啦，两架运输机啦，内底一般拢咧，应该我想我很难想象，我想咱大家靠想象一下。伊就甲因先生讲，哦，两架运输机吼足大，哦，伊个物件实在有够济啦吼。结果因这个先生吼，甲因太太回一句话讲：“你感觉他的东西很多吗？那你应该看看蒋宋美龄的，因为因先生是咧做美国的运输官，啊，这个美军新娘这个太太就是我的朋友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吼。啊，阮正讲重建基金，直直讲啊，家来。”我還說第二項咱這個錢要為哪裡來，第二項就是咱可以把，因為咱是美國的佔領區，所以他有那個武裝部隊的禮拜嘛，武裝部隊的禮拜都要大要有基地，咱這些基地可以出租給他用，海陸空三軍的基地拢会使出租给应用，这钱呢，一单吼，哦，是算几百亿的，吼，哦，这是一个足大的财源，因为秘书长嘛有讲过，讲夏威夷因上大的财政来源吼，哦，收入吼，哦，不是观光，是他租基地珍珠港那几个空军几个那个一个因为军队的基地，那个才是最大的收入，哦，所以这是第二条。啊，咱你看，咱台湾遮侪海港，进前日本时代建设了遮好，哦，海个自南到北啊，甲东部足侪海港，而且迄个天然环境吼，哦，拢非常的好，哦，在战略位置上，咱台湾都是足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咱会使靠出租遮个基地吼，收租金，啊，咱自然咱生活费就有啊啦吼。啊，个第三条是迄个油田，因为陈主席大家一定想讲，全世界吼，
最大的油田吼，伫中东嘛吼，中东最好也大家拢知嘛吼，迄阿拉伯人安尼哇，伊个生活拢过啊最好，啊拢差不多拢免食头咯。啊，逐年吼，因为因个国王啦吼，因国王是足济国王啦吼，因拢会分钱吼，因遐迄个百姓。啊，你看哦，全世界目前为止，大家都认为中东是最大的油田在那边，哦。那其实哈，经过联合国的调查，差不多二三十年前，反正各个，我时间袂记哩啊。联合国已经讲，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是在台湾。哦，这经营惊死人。那，啊，这个油田的出口哈，伫叨位？伫新南群岛跟钓鱼台。啊，咱台湾。咱即马即块土地下骹的迄个油田哦，是现主是中东的两倍至三倍，安尼看有济无？哦，所以咱敢若靠这三条钱，咱的日子就足好过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嘛是因为安尼，尤其咱咧讲到迄个油田的问题，所以嘛是因为安尼，真济国家。现主是伫伫咧抢南海嘛，吼，新南群岛。但是好佳哉，美国伊个迄个国务卿的查某国务卿就讲，新南群岛的问题要用国际法解决。无吼，现主是正经吼，大家差不多会为着这个油田的代志等下震惊啦吼。但是真清楚，根据国际法，遮所有的所在拢是咱台湾的，台湾这块土地，吼。所以拢免烦恼，因为过去后边吼，咱有两个主要油田的出口嘛，第一宜花东洲嘛吼，啊第二的高雄洲啊，高雄洲是新南群岛，宜花东洲是神卡古尖阁群岛，嘿，因中国人讲钓鱼岛啦吼。吼，爱甲这两个州长号的套交情呢，哦，因阿伯足好呀啦吼，啊。高雄南宫新南群岛，嘿，就在以前就已经正式宣布，大日本帝国已经正式宣布对世界公告说，迄块土地是我的呀。所以这经过证件法拢走未去，但是咱头头是咧讲的建设基金那几块问题，所以咱的主要会有这三条足大的收入，哦啊油田。那讲要认真讲，我愈来愈侪，因为最近咱中央决策委员有。决定要甲美国一个公司吼，去提起告诉吼，因为这石油公司伊无了解，因为着做生意，但是因无了解讲这块地到底是虾米人诶，啊，走去甲别人签约，吼，啊，这是很多细节，我们以后再慢慢再说。所以我咧讲地方救助，地方公益，伫讲来遮，咱基本上就是咱爱做诶代志，这是第一项。这嘛是咱正式执政了后呢，正式执政了后，我会拜托要求各位同心哦，你们一定要去找当地的这些贫苦的家庭，还有人们哦。我若讲到这，我拢想到迄一挂欧巴桑三更半暝哦，迄个塞迄个车有无吼？然后那个纸箱堆得很高啊，哎呦，很高，哎，欧巴桑呢，细细汉呐。迄拢差不多七十几岁啊呢，有诶我看拢差不多80岁啊，足可怜呢。咱台湾人哪会安尼去互欺负甲安尼？但是目前吼，咱无迄个能力甲救，所以正经吼爱拜托大家较紧去招大家来参加台湾民政府吼，啊上好来经过训练，第一较紧来申请身份证，啊咱人愈侪愈紧。就代表吼，咱有意愿吼，要建立咱家己的国家，成立家己的政府，咱才有能力吼来救这欧巴桑，救这大细汉的迄吼，真艰苦的家庭，真艰苦的迄个咱的同乡吼。教育是，我甲囥的第二，就是因为教育是非常重大的代志，甚至会使讲过去。六十几年来，咱台湾人哦，洗脑哦，洗到正经足有剩的啦，哦，咱若无把这个教育救起来吼，咱台湾吼绝对是无救的吼。
啊，教育吼分足侪种诶，教育分做讲语言诶教育吼，艺术文化诶教育，啊，包括咱即心灵诶教育吼，咱拢爱一项一项吼，拢甲伊个拆好开吼，来思考讲到底咱教育爱安怎做？因为现主时诶教育其实是照因中国诶思考落去设计诶物件，咱去看吼。小学、国中，伊个课本拢甲你写中华民国，啊，拢甲你教导那种他们的思想。咱过去在台湾读册，是毋是爱读啥物国父思想、三民主义？拢甲你教这无路用的物件，吼，啊，拢甲你写讲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呐。啊，你弟弟甲你洗脑，弟弟甲你洗脑，所以咱教育互破坏了足严重的，包括语言，头头我就讲过，因那。因若讲华语讲袂标准，拢讲外省伯伯讲口音很可爱啦。啊，若换做咱就讲咱无水准啦，吼。是毋是？我想真侪人伫小学时阵，还是国小，国小还是国中、中学，哦，讲台语拢会犯法制嘛，吼。大家一定印象拢足深的，安尼咧甲咱糟蹋。所以，我一定只要吼，我伫任内，啊，咱有接到政权，我一定要甲教育吼做了足彻底，哦，尤其。语言的教育，以新德州来讲，我想，咱当然，咱台湾未来吼，有几项真重要的迄个官方语言吼，英语，咱咧讲的好多话啊，客语，啊，新德州因为吼客家乡亲足侪，所以我会以客语吼做一个很大的比例的教育，哦，所以所有的囡仔入去学校时阵。一听到拢是客语，吼，啊，咱透过客语来保存，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本，咱若无甲语言保存的话，吼，文化吼完全不会存在。那这个都是最基本的，所以说语言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吼，啊，再来，因为我头先咧讲伊个中国伊个一寡思考伊个教育，现主席我嘛咧想讲，所有的课程吼，包括伊个大学。因拢是讲即个课程吼，摆好写了后，你囡仔再去读。但是未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做，就是要培养小朋友的独立思考能力。而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我们必须去激发他不断的思考。譬如讲上简单的吼，咱即马去读册，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，课程都是固定的。哦，伊拢甲你摆好势啊嘛吼，但是未来吼，我现主席，我咧计划就是讲上班，你就爱为高中开，高中开始啊。高中开始创啥呢？你也使去选择家己要上的课。当然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，咱一定必修课程一定要要求他们上，就是语言吼，英文、日文，这一定爱读。这是必修课程，剩下的时间你也可以去排你自己爱读的课。啊，咱提供给这些东西，让孩子去读，他就会去思考，就是说，我今天要什么东西？我不是说哦，不是说每一个高中去读都是同款，一入去大学期都看物理化学，你会感觉讲伊会神吗？咱大人就会神，也使讲啊讲遐囡仔，一定足神的嘛。为什么我一定要念物理化学？我念了物理化学，就算念不好又怎么样？以后我又不做这个事情。其实这种真一寡基本的物件吼，咱无必要讲哦，你一定爱读啊，什么道理你拢足清楚，那是真基础的物件，你大概了解就好。剩的时间咱要做啥呢？我要叫囡仔去佚佗啦。安怎佚佗呢？他要透过玩乐的时候去了解他的学习的东西，好、哦。啊，伊就去思考讲，我这学期这物件读完了后，我下学期要来选择什么课程？啊，伊即马这学期要结束之前，学校已经吼、哦、有一个手册和讲哦，下学期有什么课程你们可以修，可以去选。啊，伊就家己去算，这个过程伊会去思考，我今仔日需要什么物件？吼、哦。伊绝对足欢喜个，因为打破过去的模式啊嘛，吼，伊也刚刚讲，哇，下个学期我再也不用念物理化学了，哦，我可以去
也看到说，哎，怎么有这个课程？什么课程？我也规划过如何创作漫画，啊，如何创作电脑软体，如何创作游戏，那来规划这种很棒的课程，啊，情况，那台湾因为以后以农业观光为主嘛，哈，所以咱尽量卖做一些有污染性、高污染性的那种工程。那你干囡仔种田呐？起码有诶，真侪囡仔感觉讲，阮厝里田地遮大地，有诶囡仔当然也想讲要种田，但是很多小孩子他不愿意啊。可是他不晓得说土地对人有多重要啊，所以他去学习，我们就开放一个课程说，安怎种田？哦，咱真侪人，咱台湾人足侪人足够种田诶，使来教囡仔。其实从种田的过程当中，也在了解足侪物件。我熟悉一个人吼，伊刚小学毕业尔，但是伊对咱台湾的山、植物、花草、动物、昆虫，一个小学毕业的人，比教授更加了解。十个教授到做伙无伊的了解。那他是伊是安怎？伊是真卡囡啊，伊就是不爱读册啊。伊不爱读册，伊甘愿讲我册拢不爱读。伊走去一日干唔走山顶啊！我阁熟悉一个好朋友，全台湾的山路，我敢讲伊绝对第一名。因为伊去救难时阵吼，因为伊台湾的山拢差不多爬惊透透啦。伊去救难的时阵吼，人甲讲这个人可能在哪边？受难，但是吼，我一个朋友啊，即我一个足好朋友，伊就走去另外一个所在找，结果互找着。啊，尾啊，人甲问讲，是安怎？恁来走去相反的方向找？伊讲吼，恁咧报，我一听就知影吼，你们给我的是错误的讯息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他会跑这边，不是跑那边，所以我去那边找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对山路有偌熟无？熟到比伊现住是住在台北，比台北的街仔路伊更加熟。好，我就讲，像这些人都是人才，那你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，就是说，其实他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了。这拢咱台湾的宝贝，咱阿摆来教囡仔创啥，不一定说哦，你一定爱读到啥物学历，这些人拢会使入来教册啊，那也袂使教。爱爬山的囡仔就拢招招来啊！你要爬山无好，要爬山啊！来，较紧去穿什么物件？穿什么物件？我带恁来爬山。他爬山，爬山的过程当中，他可以学习对台湾的生物、地理，甚至水资源、森林的运用，他可以去做了解。怎么不可以？绝对可以啊！他可以了解说，台湾的山林被破坏的多严重。台湾有些很多地方种的不该种的东西，那弄也是请这些人来，哦，教这些囡仔。所以每个学期呢，你绝对在课堂上看不到他们，绝对要去山里找。啊，你那边怎么点名？我问你，怎么点名？点不到名啊！所以过去咱的时刻都爱个改变，不是讲哦，囡仔乖乖坐你家，就表示他有学习，哦，就表示他学到东西。结果教教大家拢在读书啦。那我倒不如好好的带他去外面玩嘛，哦，啊，有的爱走，爱走海边，有的真侪囡仔海边大汉的，伊游水一流的，哦，啊去唱水咪抓毛虾一流的，为什么不能培养成世界级的游泳选手？会使啊，哦，啊遐跳水啥，像遐高山族，遐山遐个溪。好，啊！底下只看底下咧跳水、唱水咪，这东西咱台湾的宝贝，我们要把整个教育吼生活化，真正运用到我们生活上，而不是说啊，你读物理化学吼，数学吼，哦啊，数学你考一百分，你就是足牛的，啊，无考一百分的人，拢是迄无农用的囡仔，然后把它编到放牛班，哦，编到放牛班以后干嘛？这是中国文化很坏的一项教育方式，因为吼，他就是用这种制度把你分出来，分出来以后呢，其实他当场就在毁灭一个人性。像有囡仔很厉害，有囡仔他的专长不是说算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教育一定要
改掉。我嘛熟悉一个迄个较早咧做仁爱国中的训导主任，伊讲吼，伊咧学校拢有一挂歹囡仔，伊讲吼，伊拢叫遐歹囡仔吼做班长。哎，遐歹囡仔吼，他有责任感，他就会去把这个班级带好，吼，或是还是讲做风纪股长。那他伊尾啊退休，伊甲我讲，伊足感慨，因为伊尾啊移民加拿大。伊讲伊常常回来台湾吼，真正跟他感情很好的都是当年那些坏学生。啊，伊讲吼，迄内底吼，几下会做大头家啦。哦，反而那些所谓很乖的念书的吼，看起来好像拢无爱叮当的吼。伊讲吼，他心里很难过啦，因为伊捌拄到遐个人在罗尼，可是那些人都假装不认识他。啊，结果是这所谓的坏孩子哦，跟他感情很好，哦，所以我们的教育就是很主席，我来讲我们的教育就是很主席。郭明栋在教咱的教育哦，他根本是跟你的生活完全脱节，而且哦，无对人的基本的尊重拢无啦，哦，包括我想，咱知影讲日本是全世界先进国家公认道德教育最好的一个国家，所以他们一年犯罪率一直是最低的。那几年前，几十年前，日本忽然之间犯罪率增加了，犯罪率增加了70%。啊，不然因日本人去做一个调查，结果发现说犯罪率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开放中国人进去。哦，啊，我这是咱讲这为爱负责，因为我这是对看 NHK 顶头了解，我对阮妈妈咧看，啊，伊咧拢咧讲日本话，但是我看我大概知影迄个意思。我妈妈一边咧看，一边嘛咧讲啊，听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因够翕出来真济迄个中国人伫遐犯罪，所以我即马个讲倒转来就是日本咧因咧教育。全世界公认伊是上好，所以我嘛有一个计划，我要请咱真侪日本老师，甚至退休的都没有关系，要来台湾吼教咱的囡仔，然后培养我们台湾教师种子部队，要创啥？教伊勒索，教伊讲咱出出入入要跟人家怎么应对，怎么样互动，吼，然后爱教伊讲，咱呢？那你心灵上要怎么样去进化这些东西，包括你的退休教师我也很欢迎，那你在提供他们很好的薪水，啊，提供他们很大穿，哦，穿他们自己穿啦，很大就好了啦，啊，我想说要请这些人进来，然后培养种子部队，啊，我要求说拜托就是说，我们台湾有很多年轻的老师来上课，然后作为一个种子部队，啊，毕业了啊，哈，弄去每个学校来教这个东西，哦，因为咱台湾哦已经，咱看外口咧开车吼，迄个真侪人搞拢无咧守规矩吼，啊，伫公共场所其实真侪人无咧守规矩吼，但是我。心肝底我是足艰苦，是安怎台湾人的素质会变这个程度？但是吼，咱袂使放弃，因为咱正经有真好的素质滴，只不过讲，互国民党糟蹋到这个程度，咱唔知讲过去咱的水准悬到啥物程度。好，所以我有信心，我嘛不爱放弃，一定要甲咱台湾人好的素质吼，继续搁甲吹转来。好，所以我一定咧想讲。这是咱台湾人，迄个台湾民政府足大的责任。这个责任吼，是孤孤单单，因为现主席咱拍的基础吼，决定了我们未来台湾百年甚至千年的大业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历史上几啊百年了后，几千年了后，回来看这个代志时阵，咱的子孙回来看咱这个代志时阵。咱绝对袂使落亏，爱互因感觉讲过去就是咱遮个祖先咧，甲咱拍基础，拍到遮在，所以尤其教育即块，我一定要甲日本迄边吼，来好啊，甲因合作，
吼，我头仔个想着讲，咱台湾吼已经，咱讲一个上简单手机啊，着用手机啊，在我咧观察吼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所学校说来开一个课程，讲教咱用手机啊咧锁，用手机的礼貌没有，在公共场所用手机的礼貌，在很多地方用手机的那种礼节礼貌，我感觉拢无。但是这是很重要，因为这是很基础的东西，透过我们的使用，开车也好，用手机也好，透过这个过程，其实我们可以了解说，人之间是应该怎样去互相尊重的，这是简单举个例。所以我刚才在说语言教育啊，然后这种心灵教育，还有美学的教育，美学的教育基本上像这种东西，无形的东西的哈，很抽象。但是，咱台湾本来就是要发展这种，那就讲靠咱头壳的物件。因为美学的教育哦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很主席的美学的标准是在哪里？咱大家都是在看欧美嘛，哈，看欧美，咱设计一个 logo 足水的。还是讲，咱设计迄台车足水的，咱画一幅图足水的。现主席包括我受到的教育嘛，是讲去欣赏西洋的迄个画图，人是安怎画。包括我家己受到的教育嘛是安尼，拢无机会去接触着讲，咱台湾是毋是嘛有家己真？真好的东西在的，只不过说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所以美学教育，我基本上我想大方向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以那个欧美日这边为一个参考的架构，但是真正美的东西要靠我们自己去发觉。因为每一个民族，每一块土地都有它美的元素在里面。美的元素在里面就是他人民在那边长大所去思考出来的东西。我讲一项上简单的代志，因现主席中华民国的国花是梅花啦，这跟台湾哪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看因那个设计物件拢有梅花，有够爽的，有够歹。咱也嘛知影咧，你台湾咱有几个看过梅花的？咱当地。亚热带，咱台湾这粒多数有几个人看过梅花？其实哦，这个过程当中在摧残我们对美的认知啊，酸梅的梅。过程当中，伊伫家里讲讲梅花，哦，什么？迄个，像因的迄个枝啊，拢家里设计梅花啊。其实在桂林当中哦，当然他们本身就没有教你一个美感，可是过程当中其实他在摧残你的美感，对美的认知。其实咱台湾山地足济好的物件，像迄个樟树、樟树、樟啊，樟啊是咱台湾的特产，足香的吼，也唔惊蚊虫。这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东西。当初是咱迄个日本母国来台湾时阵，伊看到这，伊那得到宝贝咧。哦，这就是我举一个，咱有咱家己的物件，家己的迄个生活元素在里面，咱来去甲吹出来，找出来以后，我们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。哦，我个人很喜欢樟树，因为我细汉时阵，我门下靠着迄一丛迄个樟啊，足水的啊。越大丛足旺的，啊，规个迄路吼拢砍掉，拄好踮到内底，啊，足水足香的。我对樟树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，啊，这顺便举例，啊，以后这种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元素，吼，啊，我咧看迄个高山族的迄个色彩吼，拢足水的，啊，迄个色彩吼是国外无的物件。你国外你去到什么全世界上了不起的什么设计中心，意大利的还是巴黎的什么大卫的设计中心，什么米兰，什么纽约，你找不到这样的东西。为什么找不到？
不是他们不好，而是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文化去思考美学出来，然后传播到全世界。所以呢，咱爱找咱家己的物件传到全世界去。咱高山族现在画图拢真水耶，现在那个色彩怎么样去配它那个一些、那個、线条那些位，咱也在做咱台湾的这足有代表性的物件。哦，现在美学这么有代表性，我们都可以在学校里面开这些课程，教他们怎么样去欣赏。阿伯，咱的囡仔，因真自然就是画图画这些物件，去设计，设计拢无人有诶。所以进前我会记得我有买高山族的迄一寡诶帽啊，摕去国外，人拢也讲，恁这个物件哪会遮水？因迄白人因毋捌看过，哦，国家托我讲，互你不要紧，送你。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要送因。阿龙买迄真简单的物件，足水，包括杯子啊什么。它完全是高沙族的那个美的特征，这是阴谋的名家。我们要发展我们自己的特征，不是说去学习，学习它是一个参考值，不是一个绝对值。咱学习了啊，变做咱家己的名家。阿拜，转世界哦，某某名牌是台湾制的，某某名牌名车是台湾制的。哦，上面有什么图案？车的 logo 啊，或皮包衫的 logo， 哇，那一看就知影台湾人设计。台湾人的一个高山文化存在这个里面，哦，这东西咱爱去做的代志，我希望讲这也是继续落去，啊，放喺好好内底一代一代吼传下去。即我头头讲的农民与农业与农民，其实规个讲起来是劳工含移民拢爱啦吼。医疗全绝对一个保险绝对免钱吼，啊，咱。种作这辛苦啊！啊，个弟弟咧，甲咱学钱啊，现在足超过。啊，价格保证，咱来透过，因为过去咱农民吼，拢较故意较刁滴。啊，正经吼，有人要买，啊，足欢喜啊，介绍在人台。啊，风台来吼，嘛无人顾呢。迄正经吼，你甲正经是咧甲天公伯讨一嘴饭食呢，迄足可怜呢。其实哦，农民是上值得咱尊敬的，因为伊种作，咱也无通啊吃，咱要哪生活？哦，所以咱价格爱保证，像日本安尼，啊，我会参考日本的制度，到底人是安怎做，互因的农民生活才快活。那像比如你咧讲的，咱有种些真好、济足好的物件，水果外销去国外，咱绝对会使卖了足好的介绍啊！你看因中国甲咱偷技术，结果伊种会出来无？种袂出来啊，因为土水、风水、地理拢无同嘛，所以这是咱的特色，甲咱那些美学那个元素一样的东西，迄是咱藏在心肝底、咱头壳内底上有特色的物件。咱的水果种了真好，全世界都绝对拢抢要买嘞。啊，咱甲咱好的留起来，咱家己吃。吼、哦、啊，看国外甲咱安怎签约，啊，拜咱甲日本某国一定有足密切的关系。咱卖去遐，互因互某国的人赶快去遐收啊！日本人几百年前就最爱食咱台湾人的水果啊！吼，啊，咱台湾人正好种水果，哦，迄什么火龙果，即马呢一粒足甜，爱接足济，哦啊，酸呀啦，黏物啦，吼、哦，迄讲都讲袂完，迄正经讲了吼，啊，即马就要12点，迄嘴暖拢要流落来啊！啊！所以，咱在这种透过价格保证、那企业经营的方式管理行销，咱来帮助农民。哦，啊，农民负责种作的人可以去种，啊，负责行销的人负责来行销。哦，啊，几行分工合作，大家分工合作。哦，感恩这个整个很好的农业体系建立起来哈、哦。那这是咱一定爱做的。哦，啊，基本上我是讲新州，但是我希望讲咱全国吼，拢会使。好、哦，有共识来做，共同做这件事情。啊，其实秘书长爸爸都讲过啊，哈、哦。在地文化这些文化，哦，我想讲，时间剩无偌济，我真紧讲哦，大家拢了解现在的地名、街名到一个学校名，啊，拢不三不四的名，对不？那一定要给改掉。哦，然后高沙族那个什么复兴乡，哦，什么？哎，足侪什么介寿村，足侪啊！路咧中正、中山，咱一定要改回它原来的在地的名字，一定要去找出来。讲过去
几十年前啊，未改名之前，伊在地的名是啥物名？因为你聊你那个地方的名字跟你的生活是一样，囡仔出席他就会觉得很骄傲。我长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哦，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哦，他会跟地方连结嘛。啊，你现在好什么中正中山，伊无感觉啊，咱的人拢无感觉啊，迄个人那里差种远种远，根本就无感情啊。你讲起来敢有感情？完全无感情啊！所以咱这拄着这校名、街名，什么中山国小、国中，什么陆光国小，听咧吼头足疼的，非常令人厌恶。所以咱这一定爱吼一项一项来改过啦吼。你来要给他量啊，对不对？我出去，过去文静吼，安尼我讲较紧的吼。因为吼人与地方的结合，我们才有办法创造人文嘛。人文，咱头到头前，我迄个讲就是讲，包括我们的美学嘛，这个都是人文中的一部分哈。这些美学啊、艺术、文化、语言，这都是这些人文结合的东西，咱才有法度提找出着咱正经，我们身为台湾人的真正的灵魂在哪里哈？不会每个都去做一些文化的流浪汉呐，啊。哦，观光与地方，这嘛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农业与观光，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两大项。那观光哦，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特色，地方跟人一样，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个性啊，每一个地方村乡村哦都有它的特色，我们要把它去找出来，啊，去懂得创立到它的特色了啊，主人人就要来你的乡镇哦去看嘛。去观光嘛吼，去了解讲诶伊个地方诶特色吼。哦，那像诶嘉义也好，啊，咱遮新竹州啊，嘉义像讲蚵仔，蚵仔遐特色嘛吼。啊，彰化王宫遐蚵仔诶特色，啊，咱也透过遮诶物件去了解当地的文化，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为了让它生生不息，哦，我们可以发展很多周边的商品跟文化，哦，啊，这东西。咱爱做的代志，啊，观光与地方，这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，也有这样子，才不会觉得就是说啊，在地的人拢爱走去做去外口食头咯，去找石头来做，哦，其实咱在地的人就法都做在地的代志啊，哦，这是一件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咱安尼讲啊，即嘛，很难去想象的哈。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很主席台湾的那个城市哦，真的乱七八糟了哈，道路都没有规划，啊，那路吼坡路那坎坎坷坷哦，啊，商店街道都没有规划，住宅都没有规划，所以我咧想讲一定爱来做一个模范城市。这个城市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当然，咱咧在甲专家吼，甚至甲中央来研究，讲咱要安怎行。基本上，我初步的构想大概是10万坪、5000人的人口，哦，所以大概大足开阔、足水的啊，行出去拢会使散步，免惊讲啊，去有车弄着，我都快惊着，还是讲打着狗屎，哦，大概拢会使去避免这代志哈。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简单讲。基本上还有一点就是，交通规划，交通很重要。我很想在新竹州之内建立一个捷运系统，啊，让每个乡镇都能够很快速的到达。像现主席迄个台北捷运系统同款，啊，我顺续报告一件代志，台北的捷运系统迄个路线规划，日本时代就有啊，唔是因的功劳，哦，包括十大建设。迄哪都拢是日本时代的，迄拢唔是因的功劳，唔通去让因骗去。哦，讲啥物？哦，蒋经国的功劳哦。哦，其实迄拢人日本时代炸掉哪都为好啊？我是安怎知影这件代志？因为我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因爸爸是日本时代建设局在工作，啊，伊看到迄阵就讲十大建设一点。错啊！老命用要无去，就命啊要死。讲人日本来留落来，结果拢讲因的建设，拢讲因偌伟大。啊，事实甲想起来，确实吼有道理。因为安怎，
其实国民党你哪有迄个科技能力去做这物件？无可能呢。那像高速公路，大家看足简单，其实做一条迄个高速公路无简单呢。你个点啊加铺嘞，迄个密度，吼、哦，还有迄、那个它每天承受上千上万辆的车子经过，它那个迄、那个路爱偌杂嘞。迄国民党的水准还袂到遐呢。哦，结果伊拢讲哦，十大建设引起的啦，吼、哦，啥物建设引起的，啥物机场、啥物海港拢引起的，就实在有够袂见效。哦，歹势啊，讲个较错。哦，啊，最后讲迄个州立捷运系统，因为我们透过捷运的系统，可以改变人口的结构、人们的生活形态。哦，不会说过度集中。因为现主席根本就无甲你规划嘛，他哪有规划？他是说，哦，这块地财团看到，哦，这块地今后我要买起来，然后跑到那个迄个土地事务所啊，变更啊，安怎？大家饮酒，饮饮的唱卡拉 OK 哦，第二天哦，这个就过啊，红包钱一个就过啊，所以完全没有规划嘛，哦，所以咱台湾乡镇为什么这么丑，就是这样子，你去到单位拢同款。哦，建设拢安尼尔，啊，另外我们现在就是可以透过规个道路交通系统的规划，把咱规个哦弄个盖过来，人口的结构哈，人口的那种生活形态规划成商业区、住宅区，哦，然后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，这样子咱人的迄个生活品质才会起来，对不？你也无起来，大家拢过了足无助嘞，正经嘞，出门拢打着高塞呢，哦，这拢无落去迄、那个。无，咱也无好法来改变吼，经营吼后代咱的子孙经营拢真过了会足辛苦的。哦啊，电视台我嘛希望讲有机会来成立咱客家电视台。那我一直在强调客家这方面，就是讲因为很主席咱的新德州啦吼，啊，我希望讲让我们大多数的客家乡亲吼有属于家己的电视台。啊，当然很主席有啦吼。但是咱会使做的其实更加多吼，唔是讲只电视台尔，啊，包括一些电视的内容吼，啊，未来教育，我们都要跟这些电视台、广播电台哦做一个强烈的结合，而且是国家级的哦，吼，唔是普通的国家级别，就是讲那种我们完全用政府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现主席专世界。全世界做了最成功的电视台吼，拢是国家咧赞助的，因为伊无广告嘛，无广告，伊就譬如讲，伊要做一个影片，伊就袂受到讲广告的影响，讲我一定爱做这吼、個、合乎这个大老板的意愿哦，然后播出这个广告，如果你不播出这个东西，我就不给你经费制作节目。我们不要有商业的那个。层次介入，完全用国家的资源，啊，来做一个真正哈、哦、高品质的电视节目、广播节目哈、哦。我知道你要量啊，好啦，我较紧，我讲较紧嘞。哦，大家肚子也饿了哈、哦。啊，社会秩序我简单的带过去，因为这是牵扯到很多细节啊，这部分我简单带过去。我们看讲伤济，因为讲伤济坏人他会预防啊。好、哦、其他代志咱来倒想哈、哦，那今日感谢恁大家，这拢东西也是在给他倒想，那给我们很多意见，给中央，给每一个州，哦，来共同建立一个真正哈、哦、很完整的台湾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자기립기립楼下是午餐。